从出道开始 ，Aespa 就经常深陷成员间人气差异的争议。与宁宁、Giselle 相比 ，Karina 和 Winter 这两位韩国成员被公认为是人气最高的。但是如果要在 Karina 和 Winter 之间做出选择，很多人都持不同意见。近日 ，Winter 极具病毒性的 Step Back Fan Cam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浏览量几乎达到了1000万次，甚至有超越 Fan Cam 女王柳真的架势。粉丝认为，从出道到现在，在比较 Aespa 成员的 Fan Cam 视频时，Winter 的表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。虽然 Karina 的 fan cam 通常在200万次浏览量徘徊，但 Winter 会在短短几个月内达到500万次观看。Winter 的优势更明显。还有人认为 ，Winter 最受欢迎的另一个因素是，他经常在女 idol 个人品牌价值排行榜上名列前茅。从2021年10月开始 ，Winter 每月的排名都超过了 Karina， 甚至两次获得第一名。网友们普遍认为，与越发闪耀的 Winter 相比 ，Karina 正在逐渐降温。不过，这个看法也遭到了 Karina 粉丝的强烈反对。他们同意 Winter 的声明正在上升，但这并不意味着 Karina 有放缓的迹象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